大家好，这是为了小朋友而制定的爱的福音单章，可以折成一本小册子这样使用。我为大家示范一下，我已经折好了一个了。首先竖着对折，接下来打开折好的纸张，再横着折，然后将纸的两边向中间线对折，这样纸打开后就被八等分了。再次将纸竖着对折后，用剪刀剪掉标记了线的部分，最后捏住纸的两边，推向中间折叠起来。如果一下子这样折进去，会折得不好看哦。所以折到这里的时候，一只手先这样抓住，另一只手推过来，再折到一起的话，就会变得很好看啦。这个福音小册子是由邻里一到邻里四组成的，另外还有祷告文、邀请函以及圣经的话语在其中。现在已经有西班牙、韩国等各种版本了。